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十月六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对华立场强硬的美国联邦参议员舒默率团访问中国，中国此时为何表示欢迎？还有台湾人民共产党主席遭起诉，被控受北京指派操控大选。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一个跨党派的联邦参议员代表团下个星期将访问中国，讨论两国经济竞争和安全问题。这将是自从2019年以来，美国国会第一次在北京和中共高级官员进行直接接触。这个代表团由被贴上老牌反共标签的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率领。舒默曾多次敦促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曾经推动了美国芯片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的出台。那北京为何此时表示欢迎？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威正博士，还有一位是台湾金门大学国际及大陆事务系副教授卢正峰博士。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请教王威正教授，美国国会这个议员代表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访华，主要的目的有哪些？首先，这是美国跨党派的访问团，四年以来第一次去中国访问。那当然，过去中间三年的话，主要是因为中国因为疫情的关系封锁了国境，那这个的话连带影响到就是说中美双边的这个沟通的话，相当的困难。再加上中国的话，几乎把所有的沟通的管道都给封闭了。那么现在双方的话有高度的这个怀疑，互相的怀疑，不信任。那么美国国会的话，特别是参议院，在各个国家这个比较起来的话，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位，就是说他在外交政策上是有相当的一个角色可以扮演。那美国国会的这个参议院的这个议长的话，事实上是位高权重。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中国对他来拜访的话，当然是感到比较欢迎。然后再来就是，国会的话希望说，他们行前的想法是说，希望说能够到亚太地区去亲自的了解一下情形，然后根据所谓的国会的价值来向中方来表达他们对很多事情的关切，比如说双方经济安全的竞争，然后中国政府对于美商的一些限制当然国会议员他们也是代表他们自己选区的一些利益，所以种种的这些这个因素的话，造成的就是说，这国会希望说，在这个时候，至少在国境这个解封以后，可以到中国去访问。那我们有位网友叫扬州韩逼我删 X 账号，他说舒默访华的目的大致在台海、南中国海等方面对中共进行警告，对这个朝核问题、俄乌战争、国际气候等方面加强和中共合作，在美国人质方面寻求突破。那中共可能打算以中美国际合作、美国人质为筹码，兼之超高规格的接待来换取美国松动对华的相关制裁。那请教卢正峰教授，您怎么看这位网友的看法呢？基本上这位网友的看法其实也是相当正确的哈。毕竟这四年来，美国的国会议员没有任何一个团到中国大陆去访问。那疫情已经解封有十个月的时间，那过去这几年其实，这个美国的议员甚至是世界各国的议员到台湾来访问的团反而增加很多。那像舒默这样的一个
参议院的代表团，事实上这是参议院负责对外有关的这种委员会，每年本来就有定期，为了要了解就是他们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本来就都会到世界各个国家去进行实地的这种访问，然后传达美国或是传达这个各界对两国关系的这种发展的看法。那苏莫本来在川普时代的时候，他本来就是主张要对 美国要对中国进行贸易的制裁，所以他过去一直在贸易这块领域对中国是采取比较鹰派的做法。那美国的国会本来跟行政部门跟白宫就是在共同分享外交政策的，所以这次的跨党派的这个议员到北京去访问，北京会欢迎，也因为是这十个月的这个松绑，中国的经济表现并不好，那接下来的这个中国事实上也开始要跟周边国家要跟美国来处理好他的关系。亚运开幕的时候，习近平也向韩国到访的总理表达他想要到首尔来访问，那习近平也想要到旧金山来出席这个亚太经合会。今天那个华盛顿邮报甚至报道，就有可能就是拜登总统会跟习近平在加州有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峰会的举行。所以北京在这时候其实也想要透过他的亚运会的主办，然后十月份的一带一路峰会的主办，然后跟国际社会展开下一个回合，也就是疫情结束之后的这种强国地位的这种跟美国平视平起平坐的这个外交，这将是进入下一个回合。那他欢迎美国的这种鹰派立场的议员到北京去访问，其实也把北京他们自信他们的这种建设啦，各种的这种发展，在疫情结束之后他会去做大卫宣，把他的正面的这种形象传递给美国的媒体，也传递给世界各国。那王维正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像卢正峰教授提到，这个苏莫是国会议员中对华立场最强硬的议员之一。今年五月，他还试图推动一项被称为是《中国竞争法案 2.0》的新法案，来提高美国在技术安全和台湾等问题上应对中国的能力。那中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欢迎苏莫和国会代表团访华呢？首先就是中国它在过去二三十年的这个对美的外交的话，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说美国的话，你跟美国打交道不能只跟行政部门打交道，这是过去他们中国外交官所犯的一个错误。因为国会的话，事实上在外交，特别是参议院，在外交政策上是有一个相当的地位，而且过去的话，不管是李登辉访美也好，或者说是 Newt Gingrich 或者是 Nancy Pelosi到台湾去访问也好，这都是国会发动的外交。那事实上让行政部门的话感觉到说相当的讶异，所以他们可能就是学了这样的一个教训，就是发觉说这既然这个参议院的议长他要组一个跨党派的这个团体来访问的话，这一定要好好的接待。虽然这个来访的客人的话，过去对台湾对中国有很多的这个批评，但是现在对华的这个政策的话，在美国可以说是几乎享有高度的这个跨党派的一个共识。那么您刚刚提到那几个法案，事实上在苏莫他还在担任这个前任政府，就是川普政府的时候，苏莫他当这个参议院的议长的时候，事实上对于很多的法案他不但没有阻挠，而且是非常赞许这个川普对华采取强硬的政策。所以这个是在美国的政治的历史上来讲话也是很少见。那我觉得中国这次这么欢迎，高规格的可以显见，可以高规格的看这个来接待着苏莫这个访问团，我觉得对他们来讲的话，这个团能够成型到北京的话就已经是成功了。就是说照刚才卢教授的讲法，所谓的大外宣哈。那么因为中国过去三年发现说他这个清零政策所推动的这个再加上这个所谓的战狼外交，让中国在外交上已经显现得非常的孤立。那么现在等于说要花加倍的时间来赶这个追赶过去所这个犯下的一些错误。那么还有就是那个他希望说有一点可能很多一般的分析家没有指出来，就是说去年的话，这个国会的前任的国会的议长这个 Nancy Pelosi 到台湾去访问这件事情的话，中共非常的不以为傲。
而且在台海附近发动了大规模的这军事的活动，所以说如果能够让这个参议院议长到北京去的话，在他看起来的话是扳回一城。那我对我觉得是对于这个舒默这次访问的话，我觉得并不是没有批评的声音，比如说有一些共和党人就认为说，这个时候去的话，你只如果只是要一个 photo op 的话，大可不必。另外的话就是说，你去访问了北京之后，还要访问韩国和日本，但是为什么不包括台湾呢？我觉得，然后有一些共和党人说，这个时候联邦政府只是有45天的这个期间要来研究怎么样再防止这个政府再度关门。这个时候有必要我到中国去访问吧？所以我觉得他这次这个访问，并不是说所有的国会议员都买单的。那请教卢振峰教授，这个代表团的共同率领人爱达荷州共和党资深参议员克拉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说，希望能在北京和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会面，但是分析认为习近平不太可能和美国国会代表团会晤。那不久前我们知道习近平给美国飞虎队发了一封信，他发出这样一个信息，就是说美中交流的基础在民间。那您认为这个习近平会不会见这个国会代表团呢？会见和不会见又分别发出什么样的信号？会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毕竟在今年解封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接见了这个微软的这个比尔盖茨。那习近平在这个时候自己亲身来跟美国的参议员的这种访团来会面，其实也跟国际传达一个很大的一个讯号，就是过去美国希望中国，尤其在习近平还没有第三任期的时候，中国可以加强经济的这种甚至是政治的改革。那这几天这个南华早报也开始有人在撰文，就是说中国的政治改革如果不进行的话，经济就不会再有更好的表现。那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习近平已经有第三任期的第一年的这种执政，同时呢，他也又发表了这个中国现代式的这种强国复兴的这样的一个康庄大道之路的这种文章哦，所以我觉得他见这个美国的参议员的这个访问团，更能够凸显他强调的就是中美之间的这种友谊，或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奠基在民间的这样的一个基础。那习近平如果11月到美国来参加亚太经合会，如果还可以再到美国西岸的几个州进行访问的话，也许对于明年美国的总统选举，对于美国明年的大选，他要介入操作，尤其拜登已经有82岁的这种高龄，那现在看起来美国民众对于拜登的执政，尤其是经济政策还有这个移民政策不是很买单，那也有可能美国也有可能会在下一次的选举里面有一个政党轮替的这个可能，所以这时候的北京应该是在找寻更多将来介入大选的可能，所以我觉得见有见的理由，不见也有不见的道理，所以这个其实操控在王毅是不是会在接下来的这2个礼拜也到华府访问，然后呢回去以后双方谈判针对于明年年初是不是拜登政府签署的这个科技的管制，包含这个 AI 量子科技晶片的高端的晶片的这种管制，是不是商务部在8月初透过这个白宫拜登签署的这个行政命令，是不是真的在明年初会生效，这个我觉得是目前双方尤其是北京最为关切的，所以在这个之前，北京会更多的跟不管是华尔街的这些 CEO 或者是银行的这些能够用中国的市场来拉拢的这些企业家，都是习近平或是北京想要在这个时候尽力去培养他的人脉，然后用这种以商来为政的这个策略的操作。
那卢正锋教授提到，就是习近平可能会利用这个人脉来进行沟通，尤其是针对这个美国芯片制裁这个法案会不会生效这个问题非常的关注。那王威正教授您怎么看这个美国这个国会代表团说还会去访问中国人大那根据这个彭博通讯社引述了对此个行程非常了解的人说呢，在和中方会面期间，参议员将提出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在中国做生意遇到限制的问题。美光目前正在接受中国政府网络安全部门的调查。那美光说呢，这个网络调查会使他一半的中国销售额面临风险。那您认为这个美国这个参议员会向中方提出什么样的交涉？我觉得美国国会议员作为这个民意代表的话，向这个外国政府，特别是实行这种非市场式的一些干扰的话，提出质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您刚提到这个美光这个案子的话，就显现出就是说，跟大陆刚刚开放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极力的欢迎外资，然后很多的美商的话到华去投资，认为说只要每一个人喝一瓶可口可乐的话，这一年的商机就不断。但现在的话已经变成说，当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崛起，它不再是仅仅这个满足于作为这个其他的代工而已，它是事实上希望是做一个科技跟商业一个大国的时候，那发现说对于这种掌握高科技的公司的那些干涉的话，就是很非常的关键。那我想这个国会议员他们会对用美光这个案子，当然还有其他的案子，向中国政府表达出来，就是说对于美商的这些控制和骚扰，还有这个居住限制等等这些不可预测性的话，提出这个很严重的质疑，然后可能也会质疑说美国这个中国加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这么多年，很多有关于这个当初应该是看起来是暂时性的这个非市场的经济的一些安排，到现在为止的话没有兑现，那影响到了美国的商机啊。然后再接下来的话，中美双方可能会进入一个科技竞争的一个时代，这些的话都是美国议员必须要向这个中方表达的。至于说有多大的一个改善的空间的话，现在还不知道。但是过去三年，因为双方完全没有这个高阶的这个接触。所以我觉得比较有可能说这个的话只是起一个端而已，那陆续的话将来会有更多这个人员的往来。那刚才这个王院长提到了，就是这个科技战仍然是两国现在关系的一个核心啊。那卢正锋教授，这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八月曾经说，美国公司向他抱怨说，中国已经变得没有办法投资了，原因呢包括罚款、突击搜查等行动，这个让在中国做生意变得充满了风险。那现在这个，在中国的经商环境上，双方能否达成有建设性的交流，能不能取得进展？您的看法？其实雷蒙多访问了北京之后，双方也建立了工作组，在进行各种细节性的这种磋商。但是我觉得面临的这个美国的国会有强大的这个反中的这个势力。事实上，美国国会在这几年反中的法案，有时候都高达一年有200个，平均现在还有100多个反中的相关法案，甚至现在这个苏莫要去中国大陆访问，这个美国的参议院里面还是有人提出来禁止使用美国政府，也就是纳税义务人的资金到中国去访问，这个就是对中国 say no 的一个法案。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双方现在要的关系是沟通，是一个沟通管道，不要在紧急情势的时候中断。所以刚刚主持人提到他这次去也会见到人民代表大会的这个委员长，也就是这个栗战书。那基本上这个就是两个国会的另外一个沟通的管道。那过去包含这个布林肯，包含 John Kerry，包含雷蒙多这些的到北京去访问，几位四位部长的访问之后，又有这个国会的议长的或者是资深议员的这种访问这个就建立起今年至少有一些
沟通的机制的建立。但是我觉得在现在的这种中美战略竞争越加的这种激烈，尤其是科技变成是美国领先中国，尤其在中国这种虽然过去的中国制造2025已经被拿下来，但是是名称拿下来而已，中国应该也不愿意在未来的科技、被美国完全的阻断掉、那西方国家现在用的这种去风险基本上也就是不愿意用脱钩，或者是就是这种更竞争的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所以科技一定是美国或者是盟邦未来要去牵制中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武器啦，必然 也影响到这个解放军、他不断的在现代化的进程里面有更多对周边国家甚至是第一岛链对美国或是对这个日本对于这个南海诸国的这种高压强制的作为，所以美国在这里我觉得是不会松手。那但是双方一定是在这种一动一来互相的这种竞争里面、去产生互动，那避免误判或是避免冲突发生，然后把和平然后放在优先，但是把中国的这个民主恐怕也没有办法去逼迫他朝向西方或者是既有的这种国际以这个美国的这种价值为基础的这种法律秩序，可能北京也不会在这里有过多的这种让步。那卢教授提到这个美中在科技竞争方面不会有缓和的趋向，在另一方面也有观察人士指出，近来拜登政府积极主动的和中国政府互动，现在美国国会也跟拜登政府一样主动的伸出橄榄枝。那王威正院长，您是否认为这显示出美中关系会持续的朝着一个缓和的方向发展呢？您怎么看？是，我想现在美国的行政当局跟立法当局，甚至于是民间的话，都普遍感觉到就是说，到中国去访问这个非常的重要。当然，这个一方面的话可能是很奇怪，就是过去中国明明因为疫情的关系锁国了三年，然后控制这个所谓的access 啊，就是人家到北京去这样的一个 access， 来加强就是那个大家想要跟他沟通这样的一个急切性。那我觉得很多东西的话都是说所谓的物极必反。那么现在的话，这种大家到可以说到北京去的这个访问团络绎不绝的话，然后相对的从北京到华盛顿的比较少一点，但是我相信会增加。这个的话可能是代表说过去三四年彼此磨合，发现说那种不接触这个，然后彼此互相猜疑的。增高可能性会让很多这种误判啊或什么样这种这个局势的话已经不能够再维持下去，所以我相信这个在未来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沟通，更多的访问，但是彼此之间的这个结构上的一些这个竞逐的一些议题的话，我相信还是没有办法因为几次的交流就相干。我相信中美双方这个未来的这个格局基本上讲是一个竞争多于合作的局面。那王威正院长刚才提到说，将来的这个高层互动可能会增加啊。那据报道，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可能在近期要访问美国，为习近平出席 APEC 进一步奠定基础。那还有负责经济事务的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也可能会紧随着王毅访美。不过，《华尔街日报》的这个发表文章指出呢，美中关系现在缓和仍然处于试探阶段，两国在其他的大多数问题上仍然存在深度的猜疑和严重分歧，这些分歧可能导致峰会流产或者其他中国高级官员赴美计划搁浅。那卢正峰教授，您认为这些行程会如期吗？习近平能否出席11月旧金山的 APEC 峰会，和拜登总统会晤？基本上，因为习近平已经缺席了 G20 的这个峰会了，那他有去参加这个南非的这个金砖五国的这个峰会，那他自己本身也要在10月在中国召开这个一带一路峰会，所以我觉得 APEC 他去参加的机会还是很高，
因为今年是美国，明年是日本，那美国如果在这一次习近平缺席，那明年美国跟日本如果是更强硬的合作来应对习近平的中国的话，那是不是习近平明年也不会出席日本的亚太经合会？所以我觉得这个北京他们应该有把他们的这些未来要面对的国际大事的棋程算得很准。所以基本上就是负责任的管控中美关系，北京应该会在这里面透过这样的峰会的举行，然后呢去营造一个他可以控管这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发展，不让这个中美关系再持续的往下坠落。那毕竟习近平第三任期他自己的年纪也来到70岁，那自己国内的政治或是这种接班的铺陈早晚都要进行，那如果持续面对的美国所主导的或者是美国所串联起的，他说这个叫做这个盟邦关系的建立是势力的这种背承器啊，就是美国透过跟不管是美国、日本、印度、澳洲或者是跟欧盟的这种合作，那更何况明年台湾还有2024的总统大选，那即使这一次的国会议员访问北京，我觉得都还有可能会有反对的议员他会再率团来访问台北。那另外就是明年台湾的总统选举结束之后，因为是一月就选举哦，那接下来还有很多美国支持台湾或者是来用这个美国跟促进台湾跟日本或者是跟台湾周边国家的这种关系来牵制北京，所以这几年的这个台湾战略地位这个提升或者是台海的和平稳定国际化的这个发展，基本上应该都已经形成了对北京未来要去思考他跟美国互动或是他跟日本跟欧洲国家互动的一些很重要的因素的参考。好，谢谢卢教授和王教授。我们现在来看几位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啊。这位朋友叫雅蒋，他说美国一开始就说管控冲突竞争，但不要冲突，这是美国一贯的主张。还有一位叫童话故事的网友，他说中共能稳定中国社会，能代表中国，美国是不想更替中国政权的啊。还有一位朋友是民主化救中华，他说中国民主不了，美国也无奈，美国不想牺牲太大的代价啊。还有一位朋友叫 John Musk， 他说不能让共产党扩大了，农夫与蛇的故事一次已经够了啊。我想请王教授您来做一个回应这些网友的看法啊，认为就是说美国也是不想冲突的，但是对这个中国实现民主也不抱太大的希望了，甚至没有希望了。所以这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美国的朝野各界虽然说意会到就是说过去30-40年他们希望中国能够融入国际社会，然后能够逐渐的自由化，对这样的一个当初的一个构想已经幻灭了哈，这个是川普政府时代的他的一个调整。但是拜登政府的时候呢，他们也意识到就是说毕竟这样的一个政权他在中国的统治还是一个事实，所以你跟他对这跟他对话跟他交往的话还是有必要。那虽然他非常非常的在很多的政策方面的话非常的具有挑战性，或者是对美国的所信奉的一些价值的观念的话感到是非常的具有挑战，但是基本上来讲还是要跟他对话交往。我觉得这个是你也可以从这个过去这些拜登政府的一些高官的访问，现在国会的访问的话，很多人批评他们这好像是这一路到北京去朝贡的这样，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就这个在中共在北京统治统治14亿人口，然后在世界局势上有这个很多的影响力，这个是一个事实。好，那我们再来看两位网友的评论。这位网友叫到处瞎逛，他说中国经济不行的，说中国经济不行的，实际上是显然对中国经济状况不了解。中国的经济好得不得了，恒大倒了，恰恰说明中国房地产作为商品已经生产的太多了，已经供大于求了，老百姓安居乐业的一个表现。
一个理性社会不可能永远生产这么多房子。啊，我想这位朋友是一种嘲讽的说法。还有一位朋友叫苹果树，他说中共的经济内需跟外销都不行，房地产公司恒大下市有什么底气跟美国平起平坐？那我请教卢正峰教授，您来做一个回应。现在在这个美中关系当中，中国有什么样的筹码吗？中国还是一样，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啊，所以刚刚王老师也提到，就是说很多的政治现实，它在很多的国际组织，在联合国的很多的体系里面，它甚至有很多的这个公务人员秘书长的职位是中国籍出身啊。那未来还有很多的国际事务，基本上还是需要跟中国有一些的这种沟通，包含气候变迁的这样的议题啊。那所以这个议题不断的透过沟通，然后保持双方没有破局，然后还可以继续沟通，这可能是目前中美双方都可以做，而且可以透过这样的作为来包装彼此之间还是可以处理对外关系。那如果要从结果来看，可能就会比较失望一点点，所以基本上现在都只是在像拜登政府，他应该只是希望说，在他在连任的这个过程里面，美中关系在台海、在南海不要增加更多的由北京所发动的这些冲突。那对北京而言，就是还是需要外资，还是希望西方的科技可以进入中国，那中国的经济才可以真正的在走过这个，不管是房地产或者是出口的这些问题。那他才可以在明年或者是在开春的时候，还可以有带给人民一个新的期望，然后再继续的去发展他的经济。嗯，好，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和台湾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副教授卢正峰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台湾共产党主席被控接受北京的资助和指派，参与和影响台湾选举，台湾民主制度给北京干预选举提供了哪些可乘之计，对选情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回到美国之音十月六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台湾人民共产党主席林德旺和副主席郑建新被控涉嫌接受北京的资助和指派，参与和影响台湾选举。台北地检署称，林郑二人在台湾暗中进行统战活动，危害台湾主权和自由民主宪政秩序，建议法院要重量要重量刑。
台湾将于明年1月举行总统大选，中国如何影响选情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而中国国台办则发表声明，指责台湾民进党当局刻意制造绿色恐怖是出于谋独的本性。那台湾民主制度给北京干预选举提供了哪些可乘之机？资讯操弄和人际渗透对选情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学院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还有一位是台湾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副教授卢正峰博士。再次欢迎二位回到我们的访谈中来。那首先请教卢正峰教授，这台北地检署呢，依照反渗透法起诉台湾共产党主席林德旺和副主席郑建新，指控他们收受北京国台办官员的资助和财物，企图宣扬共产理念，影响台湾选举。林郑二人是予以否认的。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好吗？这个案子是发生在2019年的时候，但是起诉是在今年的3月。那根据台北地检署的这个起诉的罪状，是他们收受了国台办提供的，有一个是一笔是30,000新台币，有一笔是10,000美金，另外还接受了4700剂的这个新冠肺炎的抗原的这个药剂。那事实上，这个台湾人民共产党在台湾是名不见经传了。我是今天第一次听到这个郑先生，还有这个林先生，林德旺跟郑建新这两位先生，甚至这个党政党的名字，所以我基本上我觉得这是国台办或者是中国在对台的这个运作里面，透过这种免费的招待旅游，然后可能交付任务，然后希望他们提供对台湾政局的分析啦。因为检调其实有收到，就是说这个郑建新曾经把一份台湾选情分析的资料传给这个国台办，那他也提到这个林德旺跟郑建新，他跟国台办的政党局的这个副局长吴春光先生有长达10年以上的这种往来跟沟通了。那个林德旺曾经在2016年以前，他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但是他代表这个后来被国民党开除党籍，然后他出来参选立法委员也没有当选。那他号称这个台湾人民共产党在台湾有2000名左右的党员。那他最主要的另外一个罪证就是说，在2022年8月，佩洛西议长访问台北的时候，他发放了500元的走路工，他总共发动了20几场的这种抗议示威游行的活动。那当然，这个检调的起诉书是说，这个发放走路工未遂，也就是说，这个让他发动的这些人并没有收到他的这些走路工的薪资。那所以，这个在台湾过去跟大陆开放的这种，不管是大三通或者是小三通，这种民间文化社会的交流多了以后，其实这种声音或是这种新闻，其实在台湾常常有看到。那比他更出名，比他就是可能跟就是在台湾发展共产党的这个势力，或是替中国大陆宣传或者是作为就是共同打击这个台独势力范围，然后唱衰蔡英文政府，那希望能够政党轮替的这样的声浪，在台湾的多元民主社会里面其实是一直都存在。不过这个也就是台湾民主的可贵。那台湾对于这个介入选举，基本上跟所有的西方国家一样，都会受到中国的这种透过民间的这种草根的组织，或者是民间交流的组织，甚至他也会培养西方国家的议员。那这个在世界，从2018年在世界各地都看到很多。那基本上我觉得就是看起来效果都不是很大了。最后中国的这些渗透的作为都会被揭露。那这次在台湾大选之前，这个反渗透法来起诉两个，我觉得也具有杀鸡儆猴的效果了。那提醒台湾的民众在跟
中国共产党往来的时候，有一些金钱或是美色的这些诱惑，应该要经得起他们的这种，应该对他们说拒绝，然后经对得起这个台湾民主政治的这种光荣的发展。那我想请教这个王威正教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台湾这个政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态，还有台湾共产党和中国大陆的中国共产党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是，台湾自从1980年代末期首先解除戒严，1990年代初期这个解放党禁之后，这个政党的如雨后春笋一样的这个增加。那么台湾曾经登记过的政党大概有300多个，现在还很活跃的大概有91个。那您刚刚提到这个台湾人民共产党，很有意思，它是台湾的政党里面曾经立案的里面第六个以共产为名的在台湾登记的一个政党。那么它刚开始时候登记的时候，本来是想用这个所谓的台湾中国共产党的名义来登记，后来内政部提醒他说，这个要根据两岸人民条例来这个登记政党的名字，要改成叫台湾人民共产党。那刚才您以及提到，就是说这个负责人现在这个林德旺被起诉。林德旺刚才那个卢教授已经提到，他过去是曾经担任过，他是台商的背景。所以长期在大陆活动有人脉，然后他曾经是这个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后来没有被提名，2016年立法委员选举没有被提名，就自己出来竞选，在新营地区没有当选，所以他就2017年成立了这一个政党台湾人民共产党。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话他们叫做总理，后来修改党章之后变叫做主席，所以他现在就是主席。那台湾是一个自由多元开放的一个社会，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各种政党它在政治光谱上面从左到右从这个劳到资都有。可是如果说这个他们接受了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资助，比如说在金钱方面、在策略方面、在任务方面的资助或者是这个指使的话，那我想可能就跨越了这个法律的边际。那这个政党的话，它基本上是主张要在台湾推动所谓的社会主义发展经济九二共识，当然这九二共识它是中国版的这个九二共识，然后两岸要和平。那你可以说中共跟这个台共的话，他们理念上可能是有一些相通的地方，比如说两岸和平等等。但是如果说他真的接受了这个国台办的资助，然后在台湾这个参与选举，然后那个支持所谓的统派的人士的话，那我想这个台湾现在有5个法律啊，包括反渗透法，可以来加以这个来加以规范。那也证明了说这个中共利用台湾开放社会这个特质，在每一次选举的话，都希望说能够加以干预。那王教授提到这个接受，如果说接受北京的资助，这就是违反了反渗透法。那卢正峰教授，您怎么看这个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发表声明，指责民进党当局以反渗透法对林郑二人进行起诉，是出于谋独的本性，是打压主张两岸和平人士，还说这个其险恶用心是出于一党之私，刻意制造绿色恐怖，升高两岸的对立。那如何来区分参选人他是在推行两岸统一的政治主张，还是说是渗透或者是操纵这个选举？基本上有资金的往来，然后有配合一些就是北京那边提供的任务，其实他就是在地的代理人的这种角色，那检调负责收证，然后负责起诉，那法官当然在法庭里面再根据这些证据、根据事实来做法律的这种审判，所以这就也是台湾的这个司法体系，那也就是我们的法律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反渗透法的通过，毕竟它也是立法院通过。那朱凤莲的这些谈话基本上都是老生常谈，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两岸的口水很多，然后两岸在这种枝节细末的事情，因为现在双方没有官方的这种沟通，
那即使是这个大陆开放了140几个国家的这种观光的这种人员，哦，出境到140几个国家观光，那中国的旅客团甚至是自由行现在也都没有到台湾来。一般认为在台湾的总统大选之前，北京不会开启这个禁令，哦，所以基本上就是变成两岸都在这样的一种这种地方所产生的这种衍生的纠纷里面去纠缠，哦，那北京应该也是在等待这个台湾的蓝绿的这个候选人的名单的出炉，那可能才会有另外一波的这种也许是立场或者是政策更清楚的这种表态，啊，那朱凤莲他们这种就是其实他也派驻过台湾，啊哦，我觉得就是说像这种案子的发言，哦，应该更让台湾的民众，哦，可以认为说他们真的是懂台湾的民间的这种声浪，然后来做发言，两岸才真的会走得比较近，要不然这种发言其实都是会让双方的隔阂越来越多而已。那王文正教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两岸的这个体制，这共产党虽然被认为是台湾的敌对力量，可是基于宪法保障的人民结社自由，在台湾仍然能够成立人民共产党。那北京他也号称说中国有8个民主党，甚至还包括国民党。那您如何看这个两者之间的根本性的不同？我想这个是，所以看宪法的话，不能只能看它的文字，要看它真正这个实践的一个精神。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在台湾的话，它基本上有民主法治，所以站在一个这个言论自由的立场的话，我刚刚已经提过了，自从台湾解除党禁之后，居然有300多个政党，台湾不过2400万人而已，所以各种各式各样的这个政党都有，但他们虽然说有这么多的政党，但是事实上只有几个政党能够赢取到这个议会的席次啊。那所以这表示说台湾的选民呢基本上对他们来讲是有一个取舍。那我可以讲说台湾的体制基本上就是基于政治上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导向。那在中国的这个政党政治的话就完全不一样。它虽然说表面上看起来还有所谓8个民主政党，包括这个所谓的中国国民党在内，但基本上有哪一个国家的宪法会规定说其中有一个政党的话它是凌驾于其他政党之上呢？我讲的是中国共产党，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先锋，所以基本上来中国是一个以党领国的一个体制。那8个所谓的民主政党的话，只不过是在那里当做一个政治的花瓶做点缀，那表示说并中国并不是只有一个政党。如果真的只有一个政党的话，那跟北韩差不多。所以我只觉得只是这两边的这个不能光看民主两个字，事实上是相差相当远。是这种不对称的体制。那请教卢振峰教授，中共也是利用这个台湾民主体制这样的开放性来进行渗透。台湾国安局警示说，中国介入选举的形势在不断的发生变化。那近年来中国采取哪些新的干预手段呢？像最近这个美国的国务院不是也发表一个报告，就是说中国每年都花了$数百万。在当地的报纸，或者是买下当地的报纸或电台，然后散布一些假的讯息，然后来操控这种认知的作战。哦，那这个基本上我觉得一个封闭的社会用共产党这种封闭的维稳的这种手段在国内进行这种严控，然后他也不准西方或者甚至是台湾的媒体用西方或是台湾的标准去报道中国，因为中国本身就没有自由开放的媒体，甚至没有商业像台湾的这种及时的这种广纳各种声音的政论节目嘛，所以，台湾民众虽然会去判断就是各种不同的讯息，那我觉得这个效果基本上就是中国的可能是。外交部门里面，或者是涉外部门，或者是这种统战部门里面，要去有这样的一个任务的行使，但是他不会去讲究这个效果。那我也不认为说，像这样的案子，或是这样的介入，包含说写一些，就是散布假讯息，然后
那个就是批评这个执政党的这个绩效，甚至是资助这现在的在野党的这些政治人物，哦，他真正能够改变台湾选民的投票行为，哦，因为台湾的选民应该都是在一个很开放的环境里面 去投票的，哦，所以方式很多，包含就是宗教，哦，包含这种村里的这种自强活动，或是到大陆旅游观光，然后在中国大陆交付这些资金，哦，然后在台湾可能就是透过这种民间社团或是政党，然后去表达各种不同的声音，哦，这种手段确实可以很多，但是这个我觉得真正会影响的层面都不大了，哦，所以保持一个民主国家该有的这种开放，然后面对这样的挑战，那这样子反而更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哦，那包含这个西方很多国家现在都增加了对中国的这种渗透的警觉，那如果像这样的案子再被台湾的更多的司法单位检调系统侦办出来，我觉得对北京面子也不好看，哦，所以距离台湾总统大选还有3个月的时间，那这个案子是不是还有比这个更大的案子，哦，那基本上我觉得把它披露或是检调进行这样的侦查，其实也对北京，哦，有一些警示的效用了。嗯，是一个揭露的作用。刚才这个卢正峰先教授也提到，这个北京现在对台湾或者甚至是对全球的这种干预手段是花样繁多，那包括买媒体啊，找代言人啊。那王威正教授，台湾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一些媒体完全可以复制北京的论调啊，比如说把美国说美国是把台湾作为对抗中国的筹码，而不是真心的保护台湾。那刚才卢正峰教授说，现在台湾人民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它的优势就是人民有各种各样的资讯，有自己的这个比较成熟理性的判断力。但是这种的资讯操弄和人际渗透，对台湾民心和选情是不是还是会起到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从长期来看啊，北京的认知战会对台湾造成什么样的威胁？我想这个您刚刚提到这个北京对于台湾的选举，或者说在其他的这个同样的开放社会的这样一些干涉的话，这个就符合了这个美国的民主基金会，就 National Endowment of Democracy， 2017年出一个新的词叫做硬实力啊，它叫做 Hard Power。它过去北京的话可能希望说推动软实力，希望大家喜欢它要干什么，那它这个对不起，它这个叫做锐实力，就是现在的话的做法，就是基本上来讲它针对民主社会的一个弱点，想要来颠覆它，想要来破坏它。那台湾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容易遭到它的这个遭到它的控制等等，但是台湾的这个公民社会的话也是相当有韧性的。所谓有韧性的话，就是说他既然各种的这个言论都有的话，就是说很多东西是有一句俗话叫做真金不怕火炼，比如说很多东西那个一开始，比如说在一些小众传播的一些媒体里面，比如说像一些闭锁的这个 LINE 的那些群组里面那这他通常一开始这个发布所谓的假新闻的地方，可是这很多东西的话很快就会经过像什么事实查核中心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比较有公信度的一些媒体的这个揭露，然后台湾的老百姓的话，因为接触到很多不同的资讯，所以他们天然来讲的话，就是有这种思考判断的能力，所以很快的这种走偏端的或者是不可思议这个的新闻的话，都会经不起考验。那中共对于台湾的渗透的样式相当的多，所以您刚提到这个，他买媒体也好，或是支持的所谓的网络的农场也好，然后他也制造一些假的民意调查，因为台湾的话现在民意调查相当多，那很多有的时候选民看得眼花缭乱，不晓得相信哪一个。但大家不要忘记，有一些民意调查其实它的背后的金主是中国方面，所以我觉得台湾在蔡英文政府的时候，他这个颁布了所谓的五法哈，包括这个反渗透法，当然他遭到很多人的批评，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在开放社会，一方面鼓励这个言论自由，但是另外一方面要保卫自己，这是一个不得已的一个平衡的做法。嗯，
那接下来我请教卢正峰教授，这北京试图通过战狼外交或者是一带一路的文化和经济软实力输出来孤立台湾，那北京的做法毫无疑问会让台湾的选民对中国更加反感，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是否也会迫使政党和选民要权衡利弊，采取一个权宜的政策，选民也不一定会投票支持对中国强硬的候选人或者政党，您怎么看？这个就是蓝绿如果是在对决，也就是说台湾的选举没有中间选民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操作的话，这个打抗中牌打反中牌就会是绿营他们会去操作的一个手段。那过去的中国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然后更多的这种台湾现在剩下13个12+1的这个邦交国的数量嘛，那这几年又随着这个疫情防控得宜，所以大家对台湾的韧性，就是经济的韧性、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实力，有更多的体认了，那所以基本上，我是觉得这个渗透台湾的社会，或者是在选举的时候试图扶植一个亲北京，然后或者是在选战的时候就是要介入，恐怕都只是适得其反，因为过去的几次的选举，只要包从朱镕基开始，温家宝，只要你对台湾有更多的这种高压的手段或政策出来，包含最近这种军机频繁的有这种大量的这种绕台，基本上都是在帮助这个绿营的选票，甚至北京输了几轮以后还是说这个绿营是走向台独，推动台独的这种声浪，但是其实台湾已经有第六轮的这种总统大选的机会，所以这个只是让北京跟台湾的距离越来越远，对台湾的年轻人，尤其这些民主化以后教育体制的改革，然后慢慢成长的这种老人慢慢凋零，跟大陆关系就越来可能就是越疏离，然后如果在这样的操作的话，基本上两岸我觉得只有距离越远而已啦。嗯，好，感谢。我接下来再来念几位网友寄来的评论，花花兰他说，其实很多民主国家都有共产党存在，像美国这样的高度民主国家也是有共产党的，民主国家的共产党都是可以公开活动的，因此包括中华民国的共产党也是公开活动的，中华民国政府并没有因共产党的公开活动而将共产党冠以颠覆政权的莫须有的罪名，那是中共的专利。还有一位网友童话故事，他说，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交融在一起，台湾社会非常难抵御中国的各方社会，面对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台湾，世界很多国家都面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衡量。还有一位朋友叫到处瞎逛，他说，中国现在想解决台湾问题，据我观察，在习任内肯定能解决，毕竟美国没有和中国为台湾打仗的实力和兴趣。好，我想请王教授做一个简短的回复。是，我想中国对于台湾的这个机会与挑战，事实上对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来讲也适用。那最后一位网友所提到的问题，我是稍微多讲一点，就是说至于说在习任内是否会发动这个武统，因为他可能觉得说 和平统一完全没有机会。那么我觉得的话，这个不只是决定于习的意识，而且还要决定到中国的自己的这个政治跟经济的情势还未定。嗯，好，非常感谢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威正博士和台湾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副教授卢正峰博士。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纵深视角节目将为您播出台湾数位部长唐凤的专访，请他评估中国人工智能的潜力与限制，并探讨人工智能技术是否能够协助墙内的民众推倒中共的防火墙。美东时间明天星期六上午9点，敬请准时收看。再次感谢两位来宾和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是叶凡，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